昨天也火速的被行政院拔除了哈。那我对行政院换人这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说，因为这是行政院的职权哈。这个中华邮政的总经理有没有冤枉，这个我没有意见。但你们涉及到跟 PCM 有关的部分，让我非常介意。我是觉得这是不实的部分，我昨天也发表了声明解释哈。我们参加一个标案，全部走完程序，得到了最高的评分，然后开始各式各样的东西来，各式各样的干扰来。昨天新闻出来，但还有我又看到一大堆回应啊，其中有一些来自于立委们的胡说八道啊，严重的混淆视听，我是没办法忍受的。我在这里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愤怒跟我的驳斥啊。那我想解释一下背景，就是说